国也好，不得可是用公共不为。哦，如昔我们一时不在孝家，依旧一国的话，不来一国中定，请能把我转过。每时虽真实时，有一情况，以孝义大家去实，无义相标。处理一笔还分处，凡是义求一卦，是作义负责而作。当然，以这口金光金的离婚，伊不得拢总无讲着话，拢无讲着话。这是咧讲，伊哩不得的出入方法，伊早头任何客离离婚，还要足些时间，该说着离婚，或者是听。不过呢，因为咱嘛知影讲，一个会上。总是未使讲，拢无讲话嘛吼，就是参照咱今日以外来开拜。啊，恁老人家坐，啊，我咱徛来，我看恁恁看哦，咱就通看哦。我早头我讲，可能你坐路不是会路，坐呾固然也是难讲，固然你今日的心情是咧无好，未舒服哩，还是固然会安怎？再徛啊，啊，他人讲话。如果咱的心会想愈侪，会议论不同，对不对？确实是，因为咱一直咧想讲我是怎样，唔讲。唔过呢，因为咱嘛知影讲，言不得端，啊，心言处变。真正，迄、那个话，迄、那个话讲出来了后，个人的解析，个人的解义不同。讲一句话，一句话出来，个人的解义。就一招进去啊！唔过你迄个实体内底当中，本来迄个实体就是我个用语言去甲讲个物件，迄我用语言甲讲个物件，所以人叫做通性，有人叫做如是本性，有人讲叫做什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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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讲一大堆。但是我请问恁讲，讲一大堆，后讲叫做道，有讲到伊个实体无？其实拢描述。用这个方法，方便的标签来讲这物件，所以你碰出来以后，哦，大家大笑一下。哎呀，关键时阵啊，那个信仰我也信不得，我信仰我不对讲那个空性，那个佛性。哦，啊，那儒家，哦，那个儒家的本性，我勒住个本性。哦，啊，道教就是讲那个道，哦，这个要。话是咧讲咱个本性，但是个人所讲个拢无相像，但是一些个理拢相像。唔过讲出来，大家相像，你听无？大家是真个相像，因为别个物件都有配无伊，伊无离婚，伊要撬去迄个物件，啊，迄个物件是呾不可少，不可少。别个讲个物件，迄拢会糟践个人个自由，迄个糟践。所以你混合，你结婚人在当中，伊所讲的六千个话，那么成功。但是混合嘛，啥讲？哦，咱过去早就讲，满足煞无去，啊，细人就变成积极的无义，我就不算无义，啊，细人就离婚的。所以讲嘛袂使，啊，唔讲嘛袂使，你讲大家积极，唔讲听无。哦，所以呢，这个非常叫，那讲叫做方便说，方便说啦，吼、哦，就参照我放心冲，我放心冲是我老爸，我识，因为我迄个年刚是放心冲，我的年迄我都有语言讲的，世界的人，世界有七十几个人口，大家拢，那讲叫咱中国话，下面人讲叫灵魂。拢是简单讲灵魂，就代表世界七十亿个人口拢充满灵魂。唔过七十亿个灵魂，一个灵魂也变变化，但是用出来名嘛是，用七十亿个名，用七十亿个名来讲个灵魂。唔过灵魂一句话尔，爱灵魂甲未灵魂，灵魂嘛是中间算，是用一个统一个名称讲叫做灵魂。啊！咱在咱闽南人叫灵魂，好、哦，啊，哪边个人叫做哪？日本人叫做哪？所以这个概念大家知影，要读经过，要爱了解这个概念，就是讲你要研究迄个实的物件，
咱直接找个问题，拢是你互我去捌迄个物件，啊捌迄个物件，你嘛去接伊头前个，因即文字拢是一个方言说，即文字你坐即只船，你若离出边到彼岸，即只船叫做功夫，即个文字叫做功夫，你听无？离出边到彼岸，出边到彼岸，你若到迄个岸边，你去坐。你去借你这个尊严，安尼你会当去到华顶个，会当去到华顶。是安怎？我借尊严，啊借尊严，你谈落尊严都无落尊。啊，我再接你文艺，你无跳过文艺去看到迄个实现个物件，啊嘛，你叫做哪？叫做梦想指标个问题。所以道理是如此，但是因为当时苏华个，伊是。伊总是袂使无方式，所以伫迄个第二本内底讲个叫先天起枪法。先天就是说话个名嘛，起枪就是枪法嘛。哦，那说话个在大众中即将做起，偏袒有法有情的个合则中用于别个业，具有实质。如来现佛的诸菩萨，如来现护相诸菩萨。因为这个物件，就是物件，因为头前那个千万，但是苏摩地看到佛陀的第一分的春节方法，苏摩地就看到，也苏摩地看到，苏摩地他们看到，伊叫做大空地的苏摩地，你不能实在地住在高地，苏摩地叫做大空地的，是空地啊。佛陀春节方法了后，苏摩地就看到佛陀。伊就是呾，伊就咧行迄个理想法则，伊就咧行迄个真理法则，理想真理都要去看。理想离开迄个想，离咧讲真理，离开迄个想来讲法则，有厉害无？咱顶看到啊，让书来显化了诸菩萨，如来显化了诸菩萨，这部分是啥人讲？是当时苏摩地称赞伊有世尊。天机甲相应的时阵，你今仔日会当显示着理想法则、理想真如，而且我看到你今日用一心教、一心教，哦，一意教，哦，一言教，拢离开无义，拢离开这个相的空间，有没有安尼？哦，叫做生可以化作很共。如来显佛了诸菩萨，这个伊的意念，甲用言啊，甲用伊的心，身口身口意嘛。哦，口都不方便，心出去方便，嘛会表达哪个？意伊嘛会生出妄心，一个清净的心，用三业清净的传出去，叫做身口意清净。你三只点，苏摩地看到，你看到未？那如来显佛诸菩萨，如来显护相诸菩萨，伊就直接个讲出来，但是咩人赞叹苏摩地，赞叹很多人，赞叹苏摩地，苏摩地赞叹很多。哦，你是第一位，你出家动念，所以显写出来就是你讲啊，讲是相物件，我不看到。不过我有看到七两百五十人接近人，才看到，迄个境界里面，真正境界里面，我想做比如，老师咧教书法，三十个学生有在听，有会听欢喜讲，啊有会咱听咱久久的，像我人咧听书法嘛，老师开始讲我就认真听嘛，啊哪天迄个课，迄个课程表、课程表。几点到几点数学？好的，我的希望。啊，老师你讲你不听无？老师讲啊，你听无啦？啊，听无你听会好些个？啊，听嘛唔捌当话，因为理解，迄个理解袂开啦，迄理解解袂开。啊，若解袂开，老师你讲哪会讲到这里了？我讲哦，老师你讲，那叫叫叫哦，老师你讲叫叫叫，你那个分，恁那听那话你也当听。嗯。甚至老师咧讲你会放下，因为老师你想学是啊，啊，数学咧就是这个道理啊。
伊哩出去讲法用湿苦生苦，伊咧传这边人，我知影，我有看到。唔过咧，传咧这边人咧，知影无？无一个知影。啊，无一个知影，唔当阿爸去。无咯，当然，若无一个当机者，当机者恁听啦吼，就是讲不得会当对机的，会当对机的人出来解释，出来问。所以我是知影哦，你有在咧讲，我毋是毋知影，我是清楚。但是我毕竟着爱急，毋知影来问互恁一队人知影。好、哦，我爱急，毋知影来问一队人，互一队人知影。啊，有只故事讲，岂有世尊如来现护念诸菩萨，如来现护摄诸菩萨，你听清楚。岂有世尊，就是虚不消灭。在这个世间的内底当中，你看到这种意境的人，看到这种会当理想的讲真，有理想讲发觉这个人，真正虚虚甲消灭啊！唯有世尊，唔单叫做虚有世尊，感谢呢。后边我叫做显护念诸菩萨，显护摄诸菩萨，答对了。答对了以后，伊立刻赞叹，赞叹娑婆地。娑婆地赞叹佛陀，但是娑婆地后壁被惩罚了。伊讲赞叹了，也给你惩罚。我今日去赞叹你佛陀，所以现出物件我无看见。但是我要问你两行，世尊，有入贤啊，住贤如理，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，温和的主，温和一些不，现在进入那个方面了。这个是真能够的。啊，我咧问就是咧，金刚经就是这两个问题。娑婆地问佛陀这两个问题，我咧发着无上正定正觉的心，我咧发心无上正定正觉的心，安怎无？问何变出问何意思？你安怎答安怎好势？你安怎答行就好势？但是问这两个问题吧。我们大家知影，啊，问这两个问题，伊就咱不管千外人个地主而且，这过去拢是外道个嘛，伊才参帮咱安住，咱安住。啊，这个忏悔，这是伊个心在心我咧忏悔呢，对心性这是在心我咧忏悔，唔是都在丢一切烦，都在心欢喜个呢，都在讲因果个，唔是咧讲这物件。因为讲到人性，讲到人性个跳开着。不买一个啊，不是不落一个。到你心情的内底当中，伊的心情咧出来内底当中，都不买一个啊，不买一个啊，啥都不买一个。你若做花精，人进来进来上咧，迄个叫做哦，即个叫啊，即个咧打造事业，哦，迄个东西，迄个什么修菩萨，迄个啊。哦，有这个菩萨，哦，引导这个别不别，这个人就是在问不得，哦，问不得，一切菩萨不是问，哦，这问不得，哦，伊讲啊，这个叫速进，速进地啊，速强进，我未做一天地，这个人敢会成佛去？哦。所以啊，那佛陀那个佛言，佛陀他讲，伊讲，你哩所有相与无相，相与无相，相无相，这种是一种对立法。伊哩靠自性了后，伊会变做真相之道。你真相之道就是不满一个真相之道。伊讲他拿的数数条件，哦，十二因这数条件，甲不叫做。一杀夫，二杀宝，三杀阿罗汉，春花不生花，不化金。这个人一天地不成个，不成佛啦，这人敢会成佛？伊就直接这迄个都这时阵啊，这菩萨在问的时阵啊，哦，这个佛陀啊，你问啊，做回应啊，佛陀讲，过去祖孙啊，难讲，四种经，哦。十道因，这人四种经，包括了五蕴罪，包括一千地，这人，
哦，这个人虽然伊有一个上到无上的德行，但是伊自信中的内底当中是跳飞掉，这个素养就是物件。安尼讲听我意思，这个人的身份，谁是这个人的身份？伊哩今日伊虽然讲进入一个人的，但是伊自信中的清净。他一定要领导，我现在讲出看他的闭环境，这是罪，按闭环境，这是罪，咱叫做主席，咱叫做主席，不，这叫做罪，这个里边环境里面，有没有闭路？然后这是罪水就不出现了，这是罪跑出来，他闭恶性体，恶。失意就叫失意，就叫失意，就叫失意。我有失意啊，就叫失意，就叫失意，就叫失意。是不是我有下吧？就叫做失意啊。但是这个罪来的当中，伊的本质，它的本质，伊的本质有效果，伊的本质是无效。但是呢？唔过呢，因为因啊，伊水啦，泡面爱杂几落，伊就变成什么？乌色。泡面地就是地色，什么色走出来？安尼听无？本性的这个物件，但是咱人的顶端，你去念着的这物件，水甲咖啡做伙变成啥？乌色对不对？安尼叫做乌色。但是有一个人，当你来等到乌色咖啡的颜色色的完全把它剃掉了，这个有派的，这个完全会有分的。恁今日恁点着这个色，叫做花花莲花地莲，你自信点来这当中，就参详参详，这杯水就这样。但是因为这些地的参照千差万别，千差万别，分别千差万别，做这个物件，这个一切，这个一切，但是一切都离不开这个，无离开这个，因为无这个泡面上，时间加了干涉的，咱一个自信，互你一天地。不是人格，哦，莫名做这个人就是产生空间，这个人，恶习的，你讲用习的来讲，如何如何习，按照那个比喻啦，哈，如天水放天放水，但是衣冠怎么是习的，衣就是用习去变，只要这个不跳性格，这千差万别的物件。好、哦，就是用咱的性情、咱的气性去造出来物件。其实这不是叫做本质，不是叫做本性，不是叫做本性。但是因为恁修行到来，变当中虽然依依依有五逆罪，三阿罗汉，出鬼心会，破法界五界啦，有一切不是恶界啦，恁还没造心对不对？但是造心有一日当中，依真正。绝完，一干哦，一干哦，一干哦，伊回归了这个物件，安尼成为。因为这个物件，水的物件无歹，是去你念着的，伊无歹。咱的祖先无歹，这个道理就是讲，咱的祖先无歹，是因为咱今仔日伫外口受一切这千差万别的这因缘。是非对立，你知道不？相甲无相，现甲不现，拢叫做对立。啊，那拢是千差万别，才叫做对立嘛。你无进入你真相嘛，没有进入到真常嘛。你无入去你真相嘛，你无入去到你本质的方向嘛。你无到本质的方向嘛。我在这里比喻，这叫做百害，这叫做百害，这叫百害。千差万别的，这个是哪？这个是水沟啊，水沟啊，草水啊，
清水、太湖水、湖水、便所水，拢走到滨海街的店了。这水，便所水拢相当滨海水的，这变成大海，叫做碧川鬼海。啊，懂啊，懂是你啊。啊，这个大概是叫做陷海。这个海，这个、水里面当中。
咱你看你这小，就咧变化，开开车，开开车，怎啊？啊，等于讲安怎安怎安怎，拢是在变化。咱无了解，这个地球内底有变化，和其他人物相关了。但是我讲一条，自性本性就是参照，咱人啊，咱人你头的参照的本性是啥？你这个地球的千差万别，就是参照咱的气性、咱的本性、咱的习性是啥？自己的脾气发生过了百，自己的个性发生过了百，啊，这个的千差万别，但是还没有出现关联，无。他们就是讲，我想到哪呢？因为咱的习性、咱的气性、咱的习性问题，含义就是本性的问题。安尼听话啦吼。所以讲，今日佛陀在讲，讲到这个时阵，讲云何应住，云何含其性？我就讲，咱应该就来去听话啦吼。免得安住这个本心，免得含糊的这个妄想心，这是所有的可能的问题嘛。但是，但是我得咱再讲，一开始的问题怎么解释问题？一开始就讲，佛言，我们念一遍了，好不好？佛言，佛言，现在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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娑婆提，娑婆提，如你所说，如你所说，如来显佛了诸菩萨，如来显佛了诸菩萨，如来显护说诸菩萨。如来显护佑诸菩萨。这个佛言就是佛开始的讲话，娑婆提的佛言就是娑婆提的清白，这个要烧清楚。吼、哦，如果伊来听佛教，来看到啊，佛言就是佛在讲话，佛在甲下属讲话，无咧用佛言啦吼，下属咧清白爱用的佛言。啊，这个地佛言的意思，就是讲，我地主，我心里无好学啊吼，但是唔捌物件，啊，就用着我家己真正合理无了解道理，啊，唔捌的物件，你请教你负责发知识，摆佛言嘛，哦，安尼嘛，啊，所以这个内底当中，佛言现在现在，伊是顶管，顶管，你一段话也接唔到啦，顶管，伊就讲。如来显佛的诸菩萨，如来显护说诸菩萨，对不对？咱顶管的句话就是安尼讲啦。即嘛接落就是往佛要甲大解答。伊讲佛言：现在现在，即句话现在现在啦吼，咱想听着啦吼。应该拿依佛教上来讲起，讲叫做现在现在，咱来讲真赞叹的语言啦。对娑婆提。问的这个问题，佛陀真赞叹，你那个讲，你问的太好了，你问的太好了，你问的好在大家现在，你问了真好，在这个现在，你问了非常好，所以你问那些问题，现在现在，啊就是讲，你看到我佛陀，第一个现在就讲，你离。看到我咧穿衫、食饭、日用，自用寻常生活中领悟到，般若知识太好了。第二句应该是讲，别人咧讲，虽然你已经看到我三业清净咧带这边啦，我已经可以看到，应该是差不多安尼啦。你看到我了，所以我是讲内行看门道，啊外行呢看是看灯啦。所以有点像听话，我都之前讲，老师教说话，听话人，伊做会听说话，啊，若听话人诶，若听着说话，你真正，诶，我家己经验着，我太有影。何况你若听音，听大声话听音，你愈听愈爱听，你听了袂厌。但是你若听无，三句话有在讲老诶。你听无变变，你有爱听哪样个？爱听什么故事啦？啊，讲什么因果啦？上较早阮爱一个老三个啦，老三个听无，咱真清水。伊今日讲道理就是讲什么因果？啊，伊讲较早，伊呢，伊较早是做哦，这里那个啊，做警察，安尼做主管。啊，伊讲讲伊过去个代志，啊，
从过去，咱求前人要讲了一个宿舍的时阵，讲因啊，讲伊一个迄个叫啊，叫做迄暗管，就是用迄暗仔孔吼，内底甲涂起吼，啊，怎啊？迄个暗仔孔拢饲土虱、饲蟹鱼、饲河流，伊讲我拢饲迄无人个啦，无人个了啦吼，鲤鱼啊、土虱啊，啊呐，河流啦，全部啦，伊讲我拢食无人个，安尼啦。伊讲我当时入去了，即个菜吼，伊都叫伊都叫动作的，我是吹下鼻，然后做几个头，做头高的，我一头啊下来，伊讲完了后，伊头都叫变两下来，大家迄个动作出来吼，啊，大家感觉听起来真新鲜啦，啊，听起来感觉真可爱，啊，看起来感觉那是安尼，真趣味安尼啦。就是讲，我当时要开一点咸鱼、土虱、鲤鱼。河流，我是安怎咧拍？第一个问题，伊意思咧展示过去迄个咧残留，安尼大家顺落去安尼对。今年过七天，我一个月报是3000块，啊，我忙着收拾袂使个，因为我遐吼，食了未了，咱就这样讲，你个3000块我唔敢带，我个3000块带。哦，迄是就前年迄阵讲个，听我嘛是听着。啊，所以一般点个人，就是爱听这，听一个，伊无爱听迄个神个物件。我话你本身迄物件，你也是呾得唔得？人讲可能在学，你听到个地叫做华神，哦，甚至你听到我一目屎流出。不到讲到第14分了后，苏摩地。文化时间，哦，清代如初，合接雍正帝位几年，休息出，不说如是神清经典，我将识得归根秘文如是之经，好无？这是当时你苏摩地给你听佛陀讲经，我第13分了后，24分，你上这边分就讲出来了，清代如初。不说如是，如是心清净净，迄个如是，叫做心无一如，无分该是。讲到着实相、观照、甲无明法界，这哦，这三法界同意了后，我清代无错。哦，体力归清，目屎流出来，欢喜甲目屎啊流出来，你别气也别气嘛，迄个就无哭出来啦，迄个声音嘛安尼。哎呀，真真真真，感感动的，体验一下。合掌恭敬礼佛佛言，对佛陀到恭敬礼佛佛言。佛说如是甚深经典，听好。佛说讲到你实相的道理，我将识得归根。我过去修到阿罗汉，一年不如我慢。第一眼叫做八眼，第二眼叫做天眼，第三眼叫做慧眼。第四个叫做法眼，第五眼叫做佛眼。我说如是深深经典，我得哦佛眼，你问如是心，我得着佛眼啦。你个是第二眼，我阿罗汉眼，对不对？到第三眼，第一眼八眼们众生嘛，天眼神嘛，佛眼阿罗汉嘛，法眼菩萨嘛。不干嘛，不嘛，所以我已经得到慧眼了。我想阿罗汉未闻佛事之念，我无法度听到这么那好的道理，我怪师父第一啦，气力未起。所以呢，因为这段话，你的现在就是讲，佛你的浅山假风，运用生活当中你无靠我这道之道理，佛道理讲得太好了，唔好就得了，我讲道理再来。你在咋太好？嗯？哎，你是讲啥呢？讲成做金做生意呢？我唔会听我讲一个故事，你来当听哦。有一个小叔，伊在咧讲，我讲伊当上之后吼，一种寺庙吼，听讲迄个主持吼，迄个主持啊，有诶道学、佛学足强诶。套账吼，这个小叔在迄个拜访，这个主持的方丈啊，啊去方丈无听有无？
啊，带伊一个小三米伫个，啊，即马上爽就遐问讲，啊，三米啊，三米啊，啊，恁个时阵啊，恁个舒服伫个，我舒服伫个，还有啥物代志？你问我好啦。你今日人才八钱那会快无去啦，你今日人那个讲，我人少啊，但是我的心不少啊。这个想说嘛，是我们要丢的，修复我的人，讲想的。哦，那个民宿出个大，啊，那啊，你输无地啊，我给你问到啊，大小姐嘛变掉，伊就人问啊，甲比啊，甲比一个啊，伊就甲出落去啊。嗯。好，听好哦，伊甲比一个哦，若无讲话哦，伊甲比一个哦，伊就比五比哦。好，啊，即摆上出就甲比三比啊。啊，迄个道道我甲比到目睭上去，迄个上出规个白个做一走。做一走，想去走，看看莫怪阮民宿出多大。我咧问看，我咧问伊啦吼，你的收入如何啦？问看伊的收入，伊是讲多百几万啦，有这之前无比嘛？我问看你三百收啊如何？啊，比我目睭少啦，我收啊三百多，你我目睭少。那个目睭。咱个寿命数字叫做哪？力，咱个平衡叫做气，咱个气叫做车，力气车。咱寿命数一指标，一指叫我们迄个物件，叫做力气车。老天无掉，老气啊，作大官。不过呢，伊个风中有看到伊迄个石头啊，他迄个享受比较比较低去，伊就倒转来台湾讲。迄、那个上司甲甲迄个风中甲问迄个徒弟哦，啥物啥物，你古早咩上司名比来比去，到底是咧比哪？啊，这个人吼、哦，真有意思。伊咧问我，我咱这咧咱寺庙的道有一地拢差偌济钱？我们道有一地要五块钱。啊，伊这只无良心，我甲你出三块钱哦。我讲你这只无良心。甲出三块，他不能的。我那时候我走不了，爱听有意思无？一个是入理，一个是看你笑。你问我讲咧，老夫咧卖偌济钱？我本来最起码五块，但甲你出三块，这无良心，走了我问他什么意思？这个意见，别别查物件，人去看的是啥？伊看的哪？比你看到老的话就是，结果那个谁都来，现在，不得出尽风范的，你这个来列当中，苏武帝看到哪？苏武帝看到三百九十，不得是用着安尼传这边啊，传这边啊，但是恁看到哪？恁看到哪？你甲想看卖？恁看到已经那个有些相符，所以无怪讲苏武帝。在迄个当中，佛陀咧赞叹讲：现在第五个的现在，吼、哦，第五现在，你看了这个无领悟到的代相，来替因来请教这个妙法，过现在，吼、哦，这两句话晓得啊，用着简单的解释啊，吼、哦，你第一句话现在，你已经看到我的迄个思想的道理，现在第二句，你已经了解这个道理。但是你挂了这点啦，一千两百五十人，这点啦，啊无了解道理，你来来问我，哇，你这太好了，太好了，我这两句话就来来开说。所以呢，在你这当中啦，苏武帝，哦，这暗语些啦吼，就是伊本文啦吼。苏武帝不得叫啥苏武，现在苏武帝，就是叫这同志者，意思呢叫每一个人要注意。注意听，也就是，吼、哦，这个现在苏摩天，讲我这句来，讲你大家注意哦，爱听我后边的讲说解释，应该是差不多安尼啦，吼、哦。如你所说，如来如你所说，吼、哦，这句话当中就是，如你所说，如你上面所讲的那两句话，吼、哦，啊，说得很对。那两句话，如来显佛莲诸菩萨，如来显故乡诸菩萨，
这两句话对，咱一定要注意。咱讲出来，无代表对方的意思，但是对方若把你证实，你讲出话，啊，就代表你讲的甲我讲的合，还了点吼。比如讲，我今日去你讲出个来甲讲了，好，一年。我咧想讲，我拄则想讲，当初我七点十分啊，才来来载访。我当我想，可能主管唔来接一个，今日未来。但主管呢，伊会哪想？我来问我，啊你，敢袂记得伊？伊讲，袂啦，我袂记袂记。就是我甲伊的心，已经我咧怀疑讲，伊一未来甚至伊袂记。唔不离伊的心内底当中，我袂晓明示，安就无下，你听好无？安就是无下。我伫咧等，甲伊伫咧要来，我讲做一定来，伊绝对袂要来，伊会认真。啊，伊时间在啥啦？安尼伊的意甲我的念无下，伊的行，伊的行动啦，甲我意好，啊，这个有合，就是参照我。苏佛的显佛人诸菩萨，苏佛的咧赞叹等等，以显佛人诸菩萨、显故相诸菩萨，这是苏佛的看到咧个赞叹。但是下底这句话就是莫分，你甲讲到顿啊，讲如你所说，苏如来显佛人诸佛，如你所说而且，如你所讲啦吼，这句话就讲如你所说，一般的句话所讲，啊就是讲这两句话。如来现了，就这两句话用哪些的这两句话？啊，这两句的第四句的红的，如来现诸佛多相，这句话是哪讲的？红的这句话就是分文，啊，就是分德，因为伊赞叹，伊为这个功德等啊，诸佛的你讲的对，你讲的都对，我今天呢用三业清净来传这个。事业、口业、甲意业，我去到社会上才得当啊！我去才得当啊！我其实用这一个清净心来传你，但是呢，恁去得当啊，反正大家心先传对去啊，行一七公里，对吧？行七公里，啊，你努力，你当时你不得，因为迄阵去世的时阵，你咪穿，咪使穿个样呢？这叫做脚踏实地呢。哦，你若去泰国以后看，迄个非常哦，那真正正统的，迄修行人哦，伊是无咧穿鞋啊，伊是穿哈咧，伊叫做脚踏实地咧。除了讲伊脚底会起哦，物件擦破，伊无穿袂使倒穿咧，啊无是袂使穿一咧。哦，你有看到迄个叫达拉喇嘛，伊西藏迄物件？对，下底三波一归，五波一拜，五体投地。我叫山顶，你捌看到这无？嗯，蛮难吼。朝圣。迄真正的功夫呢，只落用皮，空用皮，用迄个皮肤的。啊，无一边边去到迄个脚站一条，一脚站一条，以前那个一年一头五针的头。哦，啊有玻璃，啊有一款物件，伊因当时有阵迄路呢，伊拢负担较重，也便宜了。你拢千外公里，拢千外公车，两千公车的山顶呢，比山较便宜个。嗯。你若是真正，迄个心足坚定个，你会袂怕。嗯。计量行，你都行袂到，莫讲计量袂去。嗯。迄真正拢把家己迄个挂，家己迄个挂啦。痛一条，迄个人家心啦，就参我拄在咧讲，你去到社会上，行七公里，行七公里倒转来，你若是真正，迄三点多、三四点就开始咧行咧，你行去到到天口的边仔咧，啊，行头去后半分，要紧到水倒来咧，哦，迄个行五六点钟咧，唔比上咱即嘛，你行七公里，要叫你。开车去乞倒，你就歹乞倒哦。佫用行，佫袂使穿鞋子，哦。
心求求。但是这阵人是1520人，1250这阵人，哪里来贡献？咱个想看呾，莫讲这阵人搁咱路，咱咧行，你当行偌久哩？这个练功夫呢，你真正的练功夫，你不练到你，未使有欲望，未使有念头，你练到这个功夫呢，不然就你练不到。好，一件嘢，你哪个？你我，你哪个？咱行到公园，你几多分？我听见你咧讲，你而且咱行到公园咧，莫话你啥个公园，不得不听见你咧讲。入流妄想，入流妄想，有听就办事，无听就代表。所以呢，你这人在当中，所以你迄个如来现的来菩萨，如来现不孝菩萨，目标什么的，你来讲都是真正。我今日咧四个三点清楚的看，总是你什么的比较强调，哦，这是一个正啊。那我认为这段啦，这是这段，我再解释。哦，迄、那个光明的地点啦，吼、哦，照遍生活界，欲求真实相啊，一切无所变，是啊，如来。我用着这个如来解说，啊，这个如来，彼是一个名称，但是如来，咱莫听着这个如来，有认识的释迦如来，无叫释迦如来，啊，我把说出有十一个名称，包括一个如来，这个名称嘛是讲释迦如来。但我请问，你家己个本性是如来吗？你家己迄个本性嘛是如来，你貌是一个如来是啥呢？那大家众生富有如来智慧吉祥，但因妄想执着而不能证得，有无？大家众生富有如来智慧吉祥，今日如来有你嘛是？你含如来不能证呢？人叫做在相不净，啊在分不净，但是。哎，不讲话，这个如来，当然有两个解释。第一个解释就是佛道，直接来赞叹娑婆的。你讲我这个如来，你现何来诸菩萨？你现不孝诸菩萨？即嘛，你这个说什么？哦，你赞叹讲，但是佛话人多就是讲，你大家有这个如来，你有法当现何念你跟你菩萨无？你有法当现不孝念的菩萨无？咱看不到。那没法拿庙的什么生活这些，那让他是微信，那让他对微信，那让他另外信，别让他无上心有这款心。当时发过来心，那你发人呐，那你发魔心，发的心不修相。所以呢，这个如来就是讲光明地明灯，照见生活界，这个物件就是咱的地位。欲求真实性，一切无所变。你能了解到你的实相？你就修那么法，是名如来，哦，所以呢，第五位咱何当来用着？迄、那个如来叫做念闻，就伫二六四点，好的是安尼，啊歹的是安尼，随遇而安，一切任运不如。哦，第二就是讲这念闻，念闻给你喜乐常照。俗语低语不了，音音就是讲作主言，音韵就是作主言。伊要用着何时环境甲甲要着，就是三种。咱日头，今日日出来风啊，热天，其实今年伊里下叫做任运气，其实变化是啥？地球变化，今年迄个。太阳很多变化，伊若变化变得差，有一日伊就转来好较大咧，有一日转来好无咧，较无转来伊无咧换时，换时了了。啊那，迄个两年来发较大咧，换时了了。所以伊哩伊遐人咧当中，伊叫做任运、任运，伊哩伊即个极有常照，胸腔之间就是哦。哦，地不念哦，你要是用二六十种的以细节性的这当中，能是安尼，好也是安尼，歹也是安尼。同学们，这是安那的地方。
咱有一个如来自性点点，咱有地球无？咱有迄个叫咱有实相无？但是你咱的自性内底当中无这物件，咱的自性内底，你咧发脾气，毋是你的自性发脾气哦。你咧无变，毋是你的自性咧无变，你要搞清楚。迄是你的习性，甲你的自性是无相像哦。迄个习性的习惯性，就是染性所造出来外来的物件。其实你的自性，你的自性随着你的习性。安尼听，甲你讲起，迄个自性是啥不了，叫先互你的实情甲拖落，到地下底，到地下底，迄个自性是做无奈，是叫迄个实情甲拖落去呢，伊爱向伊要轮回，毋是伊要轮回，但是伊迄个本性嘛是有呾，只有参照，没有参照，毋是讲伊迄个自性歹呢，无歹呢，好。我咧看咧听无，啊！你今天你这个世间的内底当中，所有的这习性、这气性、含蓄性拢无关的。因为是咧困，伊家己讲嘛是好势，你是做到伊嘛个困一百分好势。气性动了，气恼爱了，肯定是出现。爱听无？有一个出现，我拜拜，我要走，那是变外星的啊！摆袂好走，迄个困，迄个在走老身体啊！伊叫我变，那叫过身。但是你依来到你即摆当中，因为伊无甲你计较，无甲你计较，伊无一个叫伊意欲心中无成分。因为毋是啊，有甲你成分无？来听你敲锣，这话你是爬袂起来，因为毋是困，你是爬袂起来敲锣，安怎走啊？好。伊绝对袂甲你，伊绝对娱乐时都无离开。除了咱的岁月应交应尽啊，还要做。但是你这个世间所做的物件，拢叫做实相、气相、即实际物件，含住是拢无关。那来咯，啊，咱个修就是咧修这实相、气相、即实，要生活一个叫做清净的本性，安尼呢？哦，安尼，咱来讲。迄个物件，你今日好嘛是安尼，爱唔歹嘛是安尼，伊拢随缘，伊拢去运用自如。无今日你较欢喜，伊就行较紧；无今日你较欢喜，无今日你较受气就行较慢；无今日你未爽，就来停下，有这个地方。所以呢，这个遮罩恶，哦，遮为定，罩为贵，这个定为。顶起一种清净，名为不净。不净即是一心，我今欲令善用一心，即是本能定位之的顶起的相修。当然，这两个方面定不定方面，这方面都不在讲这里了哈。因为我这嘛是少掉这一年，所以讲给咱的如来分享的是可以两难做，有没有啊？小明正在我，我这嘛来讲。就得你讲个，上面咧赞叹我，我咧应承，你赞叹我对，因为世尊自从成佛以来，无时无刻就是运用这啲遮罩论，哦，遮罩论，这个定规定起，哈、哦，是什么在护念众生、护持众生，一举一动，拢是咧护念，拢是咧护持。众生无办法看出，今日将伊八思话题看出来，这句话就是安尼解释，吼、哦，用白话文就是安尼解释。即摆来，后壁再继续，佛陀再继续讲咧，咱继续读一下，吼、哦。逆境得听，逆境得听。我闻你说，我闻为你说。善男子，善女人。善男子，善女人。阿弥陀佛，三藐三菩提心。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。应如是住。应如是住。应如是行菩提心。应如是行菩提心。哦，这个呢，啊，就是咱拄则讲，哦，不说，哦，讲到诸佛的如理所说，如来现如来诸佛说，如来现如来诸佛说。
哦，华为呢，咱已经甲咱啊合约甲伊解释了，哦，即摆咱就是继续，就是即部分就跟如来神佛的净化山，如来神互相共同知道吗？